莫书记是代表你的 老前辈当班长姐。起立。向梁及推头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向老师行礼，一鞠躬。好，好，大家请坐哈。我们现在要上的是解生命经哈，上一期的话就大概把它做一个重点的介绍而已哈。现在进度是要真正要上解生命经，解生命经第一个是我们是续品的话，从第一品先上嘛哈，续品之后第二品叫做圣意地相品，第三叫心意识相品，第四叫一切法相品，第五个叫无自性相品，第六叫分别瑜伽品。第七叫地波罗蜜多品，第八叫如来成所作事品。那总共有八的这个八品在，这个八品分为有五卷哈，出第一卷到第五卷，这个是玄奘法师三庄哈，三藏法师玄奘他自己亲自翻译的哈，所以他翻译比较适合我们要看的。一二三为一卷，第一卷一二三品，第一卷。第二卷为第四、第五品为第二卷，这个为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所以刚刚好呢。这个精华在六七八三卷哈、哦，这个整个的精华重点都在修行，都在六七八是最精华的精华哈、哦。如果从八地菩萨要修到佛，都是在六七八，很细腻的讲怎么修行哈。哦第六品主要是讲止观法门，怎么去修止跟修观，叫做瑜伽。我们的瑜伽哈，就是分别的瑜伽品，怎么去分别这个止观，怎么去修这个止观，这跟我们修炼都有关系的哈。那到了地波罗蜜品是观音菩萨在问的，那么他说怎么从初地、二地、三地、五地到第十一地到第十二地佛的境界，佛叫做妙觉，妙觉即第十二地。从初地怎么修到第十二地，这观音菩萨来问的哈。最后一个是如来佛若成佛的话呢，你有哪些神通力，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这个是最后一品，是如来成所作事，已经到了成所作事了，到圆满了，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问的，所以这个是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跟文殊师利菩萨哦，第三样大菩萨啦。所以、哦、我们看这个经典来讲，是一个大菩萨跟佛的对答、哦、所以这个深解密经、解深密经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典。那我们来看的话呢，第二个就是说，讲说解深密经总共呢，这本经出现的菩萨有十尊菩萨，十尊的菩萨、哦、我把它介绍一下。这个叫做解甚深意菩萨，他叫我们讲，第一个你要听到这经。你第一个你要先了解解甚深意，这个菩萨来有这尊菩萨，解甚深意完了之后呢，要去如何去了解这个解甚深意，叫如理请问，哎，如理要这个照这个理呀、啊，求理来请问，如理就是这个解甚意是一个如理请问的菩萨，第二尊来，其实这个菩萨是代表说我们的心境的成长，啊、哦。很多菩萨是代表我们心的成长，所以第一个叫做如理请问菩萨，第三个如果你如理请问之后，你了解解深深意的话呢，你自然会达到法勇菩萨的境界，你的那个佛法哇，从内心是涌出来，不限的涌出来法勇菩萨、哦、啊，到法勇菩萨之后，你这样我都达到叫做善清净的智慧，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达到善清净慧的智慧，因为我们的清净啊都不够善，善清净慧里头都连一点恶念都没有啊，这才到了善清净慧的菩萨。第五个呢，有善清净慧之后呢，你才能达到这个广慧，那个呢从善清净慧之后再达到更广的智慧的，这个广慧菩萨。最后呢有广慧之后，才代表说你的德本菩萨，你这个德啊够了，这个能修道跟德嘛，这个德本菩萨第六个来问的哈。那这个第六德本菩萨完了之后呢，才能够进入道，圣意圣是属于道，好，德本之后才有道可以修，所以圣意圣菩萨在讲圣意地，就是我们讲这个圣意地，
圣意就生出来了。你的道呢，不断的涌现的哈，然后德本进入的圣意生，现生之后呢，才讲到的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才文殊师利菩萨。好，那这个圣意生菩萨进入到了第八地菩萨了。好，这个都是大菩萨在问的了哈。那我们了解，原来他有十尊菩萨在问这个，以这个经来讲，就这十尊菩萨在跟他谈这个经。啊，对，我们第二是先了解这个，再来呢，第一卷里头呢，它分为一二三，续品里头就讲到十尊菩萨出来了，到了圣义地相品的时候呢，就有解圣身，还有如理，还有法勇，还有善清净慧。这四尊菩萨都跑出来，他讲这个圣义地相，这个讲这四尊讲出来之后，还配了一个须菩提。须菩提因为它是解空的，如果达到空的境界，菩萨你就唯有多一堆个须菩提出来，再问这个如何什么叫圣义地。完了之后呢，接着呢才有广慧来讲一切法相品，再来呢德本来讲这个无有自性品，再来呢圣义生就讲的。哎，这么心意识品啊，心意识品是由那个广慧讲的，德本呢就讲那个，一切法相品，到了圣意生就讲到无自性品，无自性相品，最后呢，弥勒菩萨就来讲分别一切品，观音菩萨就讲什么地波罗蜜品，最后呢，文殊师利菩萨讲如来成所作事品。每一个菩萨他有轮流在讲这个经。第一个，我们对整个这本经的整个概念要够，所以我们从解身身意菩萨这边的开始哈，还有如理，还有法勇这边的对应开始的哈。好，我们从续品的第一就开始讲了哈。啊，阿斌这边有哈。初序品大纲哈，就是主要对这个无量的菩萨，还有大圣人众等哈，来请问啊，这个菩萨有十尊菩萨在问啊，圣人众只有一尊，就是须菩提哈。好，我们大家看一下哈，初序品大纲，明如来所具的功德的净土，要了解如来，我们达到那个净土哈，这个如来净土有好几种功德，有几种功德哈，这个会讲一下哈。像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哈，还有那个亚述如来佛的净土哈，每一尊菩萨都有净土，弥勒菩萨净土哈，那都具备有一些功德在哈。好，我们看一下，序分为序品，本经但有通序，有数序文，还有时间。这是我所听的，还有时间，还有主哪一个当主啊，在哪个地方，还有哪些大众，好、哦，这个叫做五事，有五种事情，好、哦，来依《金刚佛地经论》就说，任何的叙述里头啊，佛经在讲通序里头的序都会讲到呢，时间哪一个人啊，地方还有大众，好、哦，这个叫五事哈、哦，还有谁在如是我闻开始嘛哈、哦，一时佛在什么什么什么佛嘛。然后在哪个地方嘛，然后呢哪些菩萨摩诃萨，任何的佛经都要经过这样的来开始哈，这叫佛地经论哈。教主说经的时候呢，刚好住在光耀无比的七宝的宫殿，法会呢它特别的庄严啊。这个在这个法会呢，它很庄严的时候，它具有什么？具有净土的庄严。我们的任何的净土它都有种18种圆满的庄严。好，任何的净土都有。那净土怎么来的？你们知道吗？就是你有个阿陀寺、阿陀那寺，阿陀那寺会化为净土。我们上一节课有讲过了哈，阿陀那寺等于阿赖耶识的另外一种名称。阿赖耶识是对阿罗汉来说的，对阿罗汉的修行可以讲阿赖耶识。如果你破了阿赖耶识之后，你就成了阿罗汉了。但是呢，如果以菩萨来讲，不讲阿赖耶识，他讲阿陀那寺。阿陀那寺可以创立一个净土出来，他有这个善的净土可以创造出来，
好，这都是讲这个净土哈。所以呢，我们这个慢慢去了解它。所以具备有净土十八种的功德啊，圆满哈。佛身有怎样？佛本身做成佛之后，它有二十一种的功德。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十八种的圆满啊，把它拉上来，先讲一下十八种圆满，然后十八种，把它念一下哈，啊，把它拉到前面来，拉到后面，对不对？后面十八种注释嘛，那就要拉它拉过来啊，应该有啊。按下去就跑出来了，这边注释放大就好了。但会比较快一点，因为一面讲一面就比较大一点。等一下，我先把那个整个文章也一些讲，再配合注解，这样就好。哦，因为有时候要讲注解的话会比较快一点，因为要用电脑要熟一点哈。好，我们看到那个净土有十八种的圆满哈。好，先把净土的十八种圆满讲一下哈。假如若一尊佛，假如他能够创立一个净土的话呢，那个净土一定要有十八种的圆满哦。好，第一个叫做什么圆满？显色圆满哦，它颜色很漂亮，它显颜色哦，例如说瀑布啊、七宝树啊、八功德水啊，还有什么这个都会显出来，叫显色圆满。形色圆满，每一个人在他们修行的人都非常圆满哦，他的形状颜色都非常圆满。还有第三个叫什么圆满？拉过来，三，要配合好啊。三个叫做什么？显色圆满、形色圆满，还有呢？都跑掉了。还有第三在那边啊，来拉过来啊。好，这个太小了吧？看你们都做得太慢了，你看。十八种圆满，看我们的书，比较快。哎呀，书看得比较快，这个拉了老半天。有啊，在底下。好，看书。四页底下有。好，二是下面啊，大家念一下。第一个什么圆满？色圆满。第二。三。分量圆满。第四。光照所圆满。第五。第六，第七，八，不圆满就好像说，阿弥陀佛有两尊菩萨，哪两尊？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有药师如来佛有两尊菩萨，药师佛有哪两尊？啊，日观月光，任何的菩萨都有个福意的圆满，就那两尊菩萨也很圆满，啊，叫福意圆满。再来，眷属圆满，第六、第十。正是圆满，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所以说，你到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无不圆满呐，什么都很圆满。你在那边修行也很圆满，你如果在这边一定会成佛的。你如果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哈，你在那边必定成佛，一定成佛。除非你离开他，你如果不离开他的话，啊，成佛多久不知道。你从你莲花第一品一直在那边修，你不离开，有一天你就成佛了。啊，哪一天不知道，很久很久很久，你就会成佛。因为这个是佛的愿力，所以他因圆满果圆满，他没有一样不圆满的。所以你到了净土里头，他的十八种功德都非常殊胜。那为什么现在的人都独修很难修？我不如我到念个阿弥陀佛就好了。
因为阿弥陀佛被如果能摄受的话，你一直一心念阿弥陀佛，第一个你要带业往生，什么叫带业呢？业所谓的业就是要还有习气，什么习气？身口意的习气，身口意还有一些习气，那你可以带业往生。你只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你不能带罪往生哦。罪哦，假如你有杀人放火啦、啊，假如你在地里头有案子啊，啊，地要惩罚你啊，啊，你要到地府报道啊，啊，地府都十殿阎罗王都没有办法通过啊，那你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要保证你不能保证，因为你有罪啊，有罪在身，你怎么过去？所以呢，我们人一直拼命的修行，就是可以带业往生，而不能带罪往生。带罪就要到地狱去报道了哈。所以第一个想念阿弥陀佛的人哈，有稍微的习气都会有，怎么来的？身口意的习气。但你一心念阿弥陀佛的话哈，你就真的可以带业往生。习气越重的都在一品莲花，一品莲花的话哈，都会比较偏激一点。好像说有人哈想修佛，他父母就不让他修佛，他一心想修佛，他因为他以前就有这个佛的根器，就想要修佛的根器，他一心想修，他爸爸妈妈阻止他，要他嫁给人家，他拼命他不嫁，你看真的他不嫁，结果他怎么样了？他自杀死掉了。啊，自杀死掉这个要到哪里去？到地狱报道哦。但是因为观音菩萨知道，他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他只是为了要修行，他去自杀死掉，父母就很伤心。本来要入地狱去了，那观音菩萨特别提拔，让他到一品莲花，一品莲花那个地方去修。他每次都会梦到说，父母亲阻止他去自杀，父母亲他自杀的痛苦，一直在罪恶在一直在痛苦。那他那个在八功的水进没来的聚来的水里头去，在八功水里头很痛很痛，一想到那个自杀业力就很痛，随时很痛，就是要磨他那个的习气。父母亲阻止你也不能自杀，但是他一念就是想要修行啊，想修佛啊，结果因为这样被观音菩萨特别摄受，因为他跟他前世的根器今世他偏激而已，他很偏激。父母亲阻止的话，你修你的，你还是可以那个啊，但他太过偏激激烈了，结果呢就到一品莲花。每次他说无缘无故自己坐下来的话哈，就会梦到他自己去自杀，父母亲在讨厌他，他要修，他不让他修，然后他去自杀死了，一直重复这些梦给他。这个叫什么梦你知道吗？业妄反应。业妄知道吗？你的业力跟你的妄反应出来的，就好像做梦一样啊，自杀完之后又醒了，自杀完又醒了，就这样子。所以那个就到一品莲花去重新修。那如果那不断修修修修修到最后呢，那个业力慢慢没有了之后呢，那个莲花才会慢慢的漂亮起来。那一品莲花升到两品听说很久很久，结果如果从一品莲花修到第二品莲花，肯定要经过至少要一大阿僧祇劫。我们众生来到人间要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他一品莲花，你知道要一大阿僧祇，因为要很久很久，久远久远，非常久，你才可以升到一品莲花，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业力很重，但在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是无量寿的，他没有一种永远的寿命的。你在那边，你就永远在那边的，他是永远不衰老的，叫无量寿。他叫无量寿佛、无量光佛。啊，所以为什么现在人苦的话都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大势至菩萨花的愿力，观音菩萨花的愿力是在娑婆世界救苦难的众生，他跟娑婆世界特别有殊胜的因缘，救我们苦难的众生才有观世音菩萨。所以你看我们家家户都有观世音菩萨，但是你家家户看不到大势至菩萨，你有没有看到？没有，几乎看不到大势菩萨，他只有西方三圣就有，对不对？每次你看一个阿弥陀佛，西方三一定有大势至菩萨，但你不知道大势至菩萨在其他的国土，不是娑婆世界哦，其他的世界，其他的国土，哇，大势至很有名呢。
只是因为我们沙婆世界跟观音菩萨有特殊的因缘，因为他转世来这边，转了好几世，都为了沙婆世界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拜观音菩萨特别多？因为他是在我们那个什么的普门品里头有观音菩萨跟沙婆世界有一大世因缘，有特殊的因缘在。那你要说阿弥陀佛世界，当初他建立阿弥陀佛世界的时候，我们上次讲他是国王，他的大儿子叫做观世音，现在的观世音，他的二儿子都是现在的大势至，后来国王出家去，大儿子跟二儿子一起跟着他去出家，后来呢法藏比丘成佛了，法藏比丘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他成佛了，他发48大愿，他所发的愿是所有的佛国世界没有人敢发的，但他发的愿是48大愿之后呢，现在变成佛国世界的佛王之王。什么叫佛王之王？任何的佛世界没有比他的世界要更多更广的菩萨，亮光度的亮度更大，没有人比的，也到现在来，过去到现在跟未来，没有人比那个什么阿弥陀佛世界愿力要大了。因为他是发大太大了，这个时候呢，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就变他的两边右胁跟左胁，是因为以前他的儿子。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大势至菩萨教他怎样，大势至菩萨在于我们的另外的一个楞严经里头，他有特别介绍，他哦叫做修什么？修一根。观音菩萨修什么？观音菩萨修耳根。然后呢，大势至菩萨修一根，一什么？色受一根。他叫大家念佛而已。他说：“我当初人家叫我念佛，你们就念佛就好，念佛就可以成就了。”他说：“一门念佛就成就。”所以这个念佛，我们现在在沙婆世界念佛是谁教我们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谁教的？是大势至菩萨教的。念佛法门这样，他说。念佛的时候就好像你在想妈妈，你在想妈妈的时候，妈妈就会想到你，如母一子啊，如子如好像儿子想妈妈，妈妈也会想到你，你一直念佛一直念，你的心跟妈妈就合一了，你跟佛就合一了，就会射出去了。他最简单的法门就这样，所以大势至菩萨就是提倡这是念佛法门。所以你看很多什么什么什么莲社啊，什么社啊，他们都是依大势至菩萨所教的法门。观音菩萨没有教这个法门，观音菩萨只有救苦救难，对不对？他圆通法门，大家都了解，他圆通，他耳根修，从文字修入三摩地，修耳根，他救苦救难，他可以讲无畏，他的思无畏者，他的做无畏菩萨。你今天有紧张，有害怕，有人害你，你念什么？你会想到谁？你第一个，你遇到紧张害怕，你只会想到谁？观世音菩萨，因为他思无畏者，他让你心中没有害怕，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了解每一尊菩萨不一样。那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来讲哦，他是佛王之王。我们再看那个法藏世界，看所有的什么世界里头，只有称赞西方极乐世界是所有的世界里头的唯一的菩萨最多。听说有96亿多的菩萨，92亿多的菩萨，92亿的菩萨都在那边修行，很大很大很多菩萨的罗汉也一大堆在那边修行，还有天人界的初品、二品、三品，还没到阿罗汉的天人的也都到那边去修行。他说，只要你要在西方极乐世界，假如你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你产生存疑。一念的存疑哦，你一直念了5年10年，两妈表说，到底老师啊，有阿弥陀佛啦无啦？到底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无啦？如果你有存疑哦，你只能到西方世界的边地城哦，忏悔500年，不能见到阿弥陀佛，所以你忏悔够了之后，才可以开门跟你进来，因为你没有一念真心。因为你怀疑他，就被关了500年哦，只能旁边哦念阿弥陀佛，念到你整个业障消掉，不能有一念不想听他，你一念生怀疑。
好，这也是在这个我阿弥陀佛清净平等经里头，他讲的特别清楚。所以你没讲阿弥陀佛，你遇到什么责难、什么痛苦、什么百般责难的话，你都要先相信他，你不能有一点点存疑哦。那这样的话，你就落在边地了，那就很可怜了。边地城都是希望就在这里，按在旁边，你进要进去，你就不让你进去。好，那我们就要讲这个净土的圆满，就有十八种的圆满。那佛呢，有二十一种功德，我们再把它念一下，二十一功德念一下，如来的二十一种功德念一念哈。第一个叫什么功德？婆伽梵。这个婆伽梵的名字叫做什么？婆伽梵三个字叫做佛的意思，好，他说哈，依婆伽梵名，这个叫做佛。所以你看那个很多佛里头有婆伽梵，一时婆伽梵于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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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把它解释为什么？解释为佛嘛，啊，就是说这个婆伽梵。所以你看那婆伽梵三个字就代表佛，啊，那个是代表佛的意思哈。因为有的他没有翻到佛来。啊，这是能自觉觉他觉心圆满的，叫做婆伽梵哈。好，我们看一下依婆伽梵的梵名，这是因为梵嘛，这是佛的意思哈。好，第二个叫什么？种显功德。第三，远离什么？空有二偏的中道。好，第三个实证，离什么？离言法性的真如哈，离言法性真如。啊，第五个。任何一切都平等。第六个，修一切的障碍的法都全部都没有了啊。第七个，不为外道所动。第八个，远离什么缠缚，可以自在解脱了。第九个，安立之法教微妙难思啊，他用度我们的方法呢，就是微妙难思。第十个，于三世圆通无碍。第十一个，不欲一切世界为示现，他在任何事情都可以示现出来。第十二，以断诸疑。第十三，去除恶执。哪两个恶执？什么执跟什么执？无人我啊，个无什么无法执哈啊，我执跟法执，修一切善法。第十四个，通达一切法智。第十五个，显现任何的身，哈，皆微妙庄严。他显任何身都非常的微妙庄严哈。那第十六个。方便示现，随机度化众菩萨，他可以对所有的菩萨可以方机来显现度他们菩萨，好，他可以所有的菩萨是需要佛哈。第十七个波罗蜜多最极圆满的，因为他达到了十种的波罗蜜。第十八，一切佛各有所属，平等无间，好，每一个佛世界都一样，各互相往来的，好，这个佛赞叹那个佛，那个佛赞叹那个佛。啊，他们也没有障碍的啊。那佛陀之所有的身土自尽周圆无际啊，他因为佛身的，他显一个身啊，他这个所有的这个身体上啊，有可能你在西方极乐世界里头，你在修行的地方，可能就在他的身体里头，他这个身土里头在修行，他可以画很大很大。整个虚空是他，啊，你在里面修行，也在他里面在修行，啊，他可以化。如果以西方极乐世界是说，他可以化三天为男，三天为女。就说你男女相，有男女相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呢，今天全部都男相，来的男女都变男的。经过三天以后，全部变成女的。你那时候全变男的，你会男的喜欢女的。不会，就会破相哦，会破相。就把它化为女的之后，你女会不会喜欢男的？也没有，他要先把相破掉。但我们在这个沙摩世界，男孩子看到女孩子，哇，都尬意啊！啊，女孩子看到男孩子，特别给意啊。为什么？被相转。所以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到西方世界，他先破你这个相。你如果到了药师如来佛的东方药师如来佛那个地方，他没有女子像，他全部是什么像？药师如来佛那个地方全部都男子像，而且是琉璃身的透明的，没有一个女孩子哦。你到药师如来佛看不到一个女孩子，这应当是谁的愿力？这是药师如来佛的愿力。他说只要到我这个
要出如来佛的话，女子相变成男子相，所以他全部都是男的，而且都是琉璃身的，光明琉璃透热的，连五脏六腑都没有的，很透很亮亮的琉璃身，所以他琉璃光如来佛，他有十二大愿在。但是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哦，三天变男，三天变女，三天变男，三天变女，啊，你在那边就念阿弥陀佛，也会破这个相。所以啊，叫做我们这些相都是阴阳啊，什么男喜欢找女啊，人家讲的那是业力啊，那是习气啊，那是妄念啊，我没智慧嘛，没智慧我们才会套在这个相里头，我喜欢你，你喜欢我，那下辈子你再转世的话还是一样。你看哦，那个猪哦，猪公都喜欢猪母的啦，啊狗啊，狗公都喜欢狗母啊，一定的啦，为什么相被转的啦，我们不知道呢。我们众生很可怜的，没智慧的，啊，我们执着在这个相里头，就被相转了。佛最了解啊，这些相都是虚妄的，不存在的啊。所以我们要如何去掉，有智慧的去拉拔我们的业力跟无明跟妄想，就要听经佛法，要有智慧，你才能够转得了。啊，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很容易被这个相转过去了哈。好，我们再看一下。所以他邓德果相啊，无有穷极啊，哈，还有就无极的究竟哈，佛已经到了无极哈，究竟到了无极的境界哈，哈，那这个，那我们就把那个这个经哈，从头到尾把它念一下了，啊，从哪边？从这里开始哈。